讲下边只啦，讲下呢只啦吓，呢只咧就叫雅迪，都系走势比较靓啲嘅，可以同大家讲下嘅。佢咧就做咧就两轮车噶，咁而家咧汽车下乡啊，初步睇咧，好似暂时又冇讲到两轮嘅车有冇份啊吓，咁、但系无论如何，你见到走势咧系明显转好咗嘅吓。咁呢个段时间咧，其实咧。是做一个横行啦吓，呢个上上落上落落咁啦。咁你就今日咧，就琴日已经一份上咗去啦。咁其实咧，你亦都系画条线嘅呢度。之前咧突破下降轨啦，琴日咧率先突破下降轨，今日咧再穿埋呢个横行区里面嘅顶部或者叫前浪顶啦吓，穿咗前浪顶，前浪顶就系$13，咁啊穿咗浪喺上边。成交增加，所以走势又不错嘅，咁啊都系同汽车相关，咁所以咧有机会咧再做好少少，不过前提系咧佢要先回调整可能性系比较大啲，咁原因咧，咁其实咧佢之前咧系12.1度啦，呢个拗一轮啊，一破上去，咁啊呢个咧就叫做一个小型嘅密集区嘅啦，可以当下，咁小密集区穿咗，咁啊好多时咧。突破即系回事后抽嘛，第一个第一，第二咧，你今日咧虽然叫做升，成交增加，但系咧已经升紧呢个之前啊呢、這个，哇做咗好多密集区啊，之前咧喺度增持咗好多次啊，呢、這个一大堆嘅交易啊，而家冲咗上去呢大堆交易，咁相信咧之前咧呢啲位嘅朋友咧，如果下揸咗一跌落嚟，一弹翻上去咧，我相信当中唔少人咧系选择呢个时候咧就叫做咧。就松绑啦，咁所以咧，去到呢啲位咧，即系相信会有呢回吐压力啊，咁所以估计有可能咧，就喺呢位整固下啦，就甚至回翻逼近翻呢个12.1呢啲支持位咧，跟住整固一轮咧，先再冲，咁所以咧，就如果大家都觉得呢只股都有啲潜力嘅，都有兴趣就操作下嘅咧，咁就等佢回软先啦，啊，即系逼近呢个前浪顶12.1嘅支持。就先去考虑，跟住咧搏去再冲一棍咧，就挑战呢个前浪顶啦，呢个前浪顶$16到啦，